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西。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个发明项目呢，是跟猎缺石头有关。我们知道，在很多开山采矿的施工现场呢，经常会遇到一个拦路虎，那就是巨大的石头。必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将这些石头呢裂切开。常见的裂切石头的方式呢，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爆破了，用炸药呢把巨石给炸开。但是您有没有听说过可以用水就能够将石头给切开的呢？究竟发明人设计出了怎样的神奇的装置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发明人季新刚团队发明项目水力裂切系统。2012年，我们栏目曾经播出过季新刚研制的便携式水刀。这种水刀广泛用于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的拆解。与这行打交道多了，季新刚发现用炸药开山采石常常发生安全事故，因此他一直寻思着研制一种能在开山采石替代炸药的装置。在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摸索之后，他终于制作出了一台设备，不禁让我们好奇他的新设备究竟是什么样子。工作人员拿来了水刀，要用水刀先在这块轻体砖上打孔，然后才能用他新研发的设备进行测试。不到一分钟，孔就打好了。啊，这就是我那个水的裂切的东西，试一下，我看它是怎么胀裂的。行，好的。工作人员把这根看不出材质的棒状物体塞入刚才打好的孔中，可以看到这根膨胀管不断地膨大变粗，之后又迅速缩小，但轻体砖并未发生丝毫的变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了？刚才没破呀？这怎么第一次实验就有点问题啊？没有，这个孔膨胀大了，看到了，它这个膨胀有个极限吗？听了他的解释，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它是要依靠这根管子膨胀的力量胀裂这块轻体砖。测试再一次开始，膨胀管不断变粗，并把水压的力量由塑料片传递到轻体砖上。突然，轻体砖上出现一条贯通的缝隙，几乎是一瞬间，加压过程也就十几秒钟。对，它到了开裂的极限，立马就开了。虽然胀开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材料的强度太弱了，没有说服力。那您换点硬的东西，玻璃比较硬吧。玻璃确实硬，用个玻璃瓶让他看看。季新刚团队的张永利似乎对季新刚的这项发明不屑一顾。开始。玻璃的硬度很高，而且与膨胀管的接触面积很小，挤碎它需要强大的力量。那么，如此强大的力量来源于哪里呢？里边有一个加压泵，上边有一个抽水的一个水箱，里面就是普通的水是吗？对。然后这个水呢，不用了，就回到水箱。这套加压装置并不复杂，真正复杂的是前端膨胀管，它不但要有很好的抗压性能，还必须伸缩自如。为了能让大家看到管子内部的结构，季新刚用水刀切断了膨胀管，可以看到厚厚的橡胶层保证了膨胀管的弹性和水密，而由钢丝编织组成的网状金属加固层则保证了强大的抗压能力。那么这套系统能否胀裂更坚固的物体呢？为此我们找到一块水泥预制板进行测试。这东西应该挺结实吧，压到上面没事儿。预制构件强度没问题。那能胀裂吗？这个能胀裂。采用预制板测试的好处是不用专门打孔。好，好了，开始。在机械设备中，这种采用由内而外胀裂方式的并不常见，而在自然界中，这种方式却司空见惯。植物的根系经常采用这种方式，从岩石的缝隙中生根发芽，破碎岩石。这个强度比这墙体砖强度肯定要强，但是呢，比岩石强度还要差不少。这次的试验结果并没有使老张满意。岩石才是水力裂切系统真正要对付的目标。于是工作人员搬来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明显要比混凝土预制板致密很多。理论上膨胀管的最大输出压强能达到50兆帕，这样的压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裂开这块石头呢？开机不过6-7秒钟的时间，整块石头就被一分为二了。这个成绩能让老张满意吗？我觉得这个石头不能说明问题，这个石头本身就有接力面。看来
老张对这套水力裂切系统实际破碎能力还是有所怀疑。面对老张的质疑，不善言辞的季新刚安排工作人员运来一块花岗岩。花岗岩因为质地坚硬，通常作为建筑材料使用。开采这种岩石，大锤是无效的，需要动用到炸药或金刚石绳锯这样强力装备。这上面就砸了出来点儿。真要能裂开呢，说明裂石头还是有希望的。显然，这块花岗岩不好对付，但只有胀裂它，才能说明水力裂切系统具有实用价值。测试开始，输水管路的晃动表明压力在持续增高，但是石块上却没有任何要破裂的迹象。花岗岩毫无征兆地突然裂开一条缝，老张刚想上前细看，但是发现膨胀管持续施压，岩石内部达到了爆裂的临界点。一小块憋足了劲儿的岩石脱离了整体，飞了出去。测试十分成功，但大家突然发现石块中流出水来。水不是循环利用的吗？怎么会流出来呢？我们掀开胀裂的石头，都裂开了。哦，是这儿破了。刚开的时候这个棱把它搞破了，石头的棱角就把它给划破了。石头还这么锋利啊？当然了，得想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膨胀管外层容易损伤的问题？季新刚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有了解决方案。找了一种各种钢丝，我们自己琢磨一种编织方式，让它可以随着这个起伏可以伸缩嘛。季新刚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是给膨胀管穿上一件防刺服，但这件防刺服到底强度如何呢？一开始时，工人师傅显然不忍下手，但砍了两下发现没有问题，下刀就越来越重了。这是砸的有些痕迹了，钢丝网嘛，用刀砍砍不透，这个我觉得也正常。针在岩石孔里面胀起来以后，它能不能撑得住，这个刀砍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老张对设备的实用性依然心存疑虑，于是季新刚准备胀裂一块岩石给他看看。坚硬的岩石必须依靠专业的风钻才能钻出深孔。经过工人师傅近半小时的努力，一个直径50毫米的深孔终于打完。这么大一块石头你就打了一个孔？啊，打一个孔就行。能裂开吗？能裂开，能裂开，试试再说吧。季新刚依然一如既往地充满了自信，这种体量的石块已经达到了矿山开采的等级，把这样的石块裂开足以说明这套系统的实用性。你预计多长时间能胀开啊？一分钟吧。一分钟？它现在开机了吗？开机了。这么大一块石头只要一分钟，季新刚是不是有些过于自信了呢？压力多少？压力为零。过了半天，巨石依然纹丝不动。压力上了没？现在压力没有上。怎么了？管子接头有问题，你看这水漏的。就漏这么一点水，它就不起作用了。那对，它打不上压去了，这个一时半会儿接不了。实验已经不是第一次出问题，明天的测试能顺利吗？换了个密封圈，就小密封圈的问题。这现在没问题了？现在没问题了。那装上去咱们试试吧。好。这一次，季新刚无比慎重，亲手连接好胶管。这回没有问题了吗？这回没问题了。没问题了，没问题了，百分之百没问题了。开始，我们对巨石碎裂的景象期待已久，这次可以如愿看到吗？真胀开了哈！满意吗自己？满意。这怎么回事啊？照着给裂了。这个钢丝层，钢丝也撑破了。嗯，对。虽然设备还不完善，但将巨石一分为二的场景深深震撼了张永利，他又被季新刚的毅力所折服，于是他决定帮助季新刚，两人共同改进这一技术。他们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上次试验中金属网之所以破损，不是因为被外力割破，而是被内部膨胀的橡胶管撑破。这一发现颠覆了他们以前的认识，于是他们投入精力，不但进行厂内的研发工作，还到矿山实地调研并进行测试。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研究出新一代的水力裂切膨胀管。新型膨胀管首先采用耐磨橡胶作为表面材料，解决了表皮容易划伤的问题，
其次增加了泄压装置，可以在压力超负荷时自动排水泄压。第三，他们改变橡胶中金属丝的缠绕方式，由以前的交错编织改为螺旋编织，增加了管子的膨胀系数，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膨胀管的强度。两人拿着改进后的膨胀管，信心满满地走向试验场地。那块埋在土里的巨石，我们打算先测试一下。大锤全力砸下去后，石头上仅有一个个白点。季新刚找好位置，工人师傅开始打孔。大约50分钟，四个深孔打完了，测试准备开始。剪薄以后呢，再从那边分两次，再来分两次。因为后面两个孔距离地面比较近，先从后面两个孔进行胀裂，一切准备就绪，就看这两根膨胀管的表现了。好，开始。左侧泄压阀已经开始排水，但巨石似乎并未有变化。原来是需要两侧共同发力，才能把巨石顶起来。16兆帕，这个已经裂开了，已经和主体的分离了。按照我的经验，挖掘机轻轻一带，这个就可以起来。轻轻一挖就起来了。那要是没有分离的话，就没有办法。那就很难操作了。因为现场没有挖掘机，只能依靠人工验证膨胀的效果。完整的巨石被胀过后，沿着节里面破碎成一块块的，只要用撬棍一撬，就能剥离下来。在上部已经剪薄之后，准备开始第二层的胀裂。加油，加油！右侧的进展很顺利，仅仅几秒钟，巨石就裂开并被顶起。而左侧情况却不太乐观，膨胀管已经泄压，但是石头上却未能出现任何痕迹。没压力了吗？上不去啊？不是一点一点走啊？哦。渐渐的，两侧缝隙连在一起，并蔓延到石块顶部，全裂开了，这个都崩出来了。对，这个裂的缝大。对，哎，这个效果好，这个效果好。这块巨石究竟是彻底分离，还是藕断丝连？我们还得依靠人工撬棍进行验证。全部都裂开了。这位围观群众对效果满意，但他说他还知道一块场地可以让水力裂切大显身手。经过丈量，这块石头总体积约7立方米，但是季新刚挑选的石头要远大于这块石头。这套水力裂切系统，一台主机可以同时给多根膨胀棒增压，很适合对付大块石头。怎么样？这现在准备好了？好，开始。先是膨胀管外侧的石头被撕裂开，之后膨胀管内侧石头竟然也发生了崩裂，并且缝隙一直斜着延伸到石头边缘。它已经裂了这么大缝吗？它已经裂了这么大缝了。对，裂这么大的缝了。现在他们拿撬棍一撬，它就下来了。这次被剥离下来的石块十分沉重，三个大汉用尽全力才艰难撬动它。通过这次胀裂，巨石体积减小了近1/10。巨石沿着内部节里面被胀裂出多条裂缝，但是大家期待的岩石崩塌的场面并没有出现。那么石块内部是否彻底断裂了？张永利准备一次定乾坤，彻底破裂这块巨石，但巨石体量太大，他这么做有些冒险。设备启动了，但岩石表面似乎完全没有反应。是这次的方案有误，还是膨胀管出了问题？岩石侧面突兀地崩裂开来，并且这条裂缝还向岩石的顶部蔓延，使巨石整体彻底裂开。你二位觉得怎么样啊？这份资料已经很满意了。裂得非常充分。裂得非常充分。纵纹横纹都有了，这个石头基本上已经4分5裂了。通过挖掘机，巨石如同书本被一页页翻开，这个体积的石块无论是再次破碎还是装车运走都非常方便。由季新刚团队研制的水力裂切系统，利用岩石抗拉能力弱的特点，采用水压胀裂的方式裂切岩石，不但安全环保，并且力量控制更为精准。其次，采用双螺旋金属丝缠绕的膨胀管结构，提高了设备在恶劣环境下的耐用性，从而在我们进行的多项测试中表现出理想的效果。在高楼大厦的外壁，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进行高空作业的清洗工人们，大家都很形象地称呼他们为
蜘蛛人。从这个酷酷的名字当中啊，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们这份工作的难度系数有多高了。只可惜他们并没有电影里蜘蛛人那样的本领，因而他们这份高空作业更让人们担心他们的安全。不过呢，我们有一位发明人想到了一个可以更安全地清洗玻璃幕墙的好方法，究竟能否帮助到我们的蜘蛛人朋友们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玻璃幕墙作为一种美观新颖的建筑墙体装饰方法，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它是现代主义高层建筑时代的显著特征，将建筑美学、建筑功能等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使建筑物从不同角度呈现出不同的色调，给人以动态的美。然而，这种幕墙的玻璃材质却很容易沾染灰尘，刮风下雨都可能会在其表面留下污渍。要想经常保持玻璃幕墙的美观，就需要定期对其进行清洗。一般玻璃幕墙的高度都在几十米以上，那么要如何进行清理呢？人工在进行高空作业之前，会先在楼顶进行安全绳的准备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主绳和辅绳都是作业安全的保障。哎，我看您踩在这儿，这那我们都是挂这样挂在安全的。哦，这个楼我这目测得有80米左右吧？差不多。算是作业比较高的吗？这个高度？这个不高。这不算高啊。还有200多米呢。200多米？嗯。那您站上去晕吗？这个？不晕啊，我们习惯了。我们看到的这两位师傅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高空作业专业人员，在幕墙清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10分钟过后准备工作就全部完成了。您这个绑这上行吗？可以吗？我看那个是后面的，后面那个是后面固定的。哦，这样就可以了是吗？哎，可以了，一个主绳一个副绳嘛。是做这个板，就这一个小木板啊？哎，对对，就做这个。这行吗？能沉？哎，行，沉得住吗？沉得住。嗯，那您那个东西怎么拿呢？您，我看您这还一个这个桶，那个桶啊，就是挂到这个上面，挂到这个上面，哎，对，挂在里面。哎，我看着，我觉得现在有点腿软啊。您觉得这危险吗？哎，不危险，不危险啊。坐惯了。坐在小小的木板上，两位师傅既要完成清洗玻璃的任务，还要兼顾自身向下移动。站在近100米的高处，记者切身体会到了这种辛苦与不易。看着两位师傅缓缓下降的身影。再看看天台上绷紧的几根绳索，我们不由得为他们担心。近些年高空作业蜘蛛人事故偶有发生，这样一项危险的工作究竟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代替呢？发明人刘昌真团队发明项目幕墙清洗机器人。这个是您的机器是吗？是的。哇，这么大呀。这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啊。60公斤左右吧。这么重啊。对，这个在玻璃上这能吸得住吗？可以，没有问题。发明人发明的幕墙清洗机器人由行走机构和清洗机构组成，整机分为外框架和上下运动平台两个部分，两部分分别装有吸盘组。当外框架吸附时候，无感气缸可以实现运动平台上下带动刮板刮洗幕墙，而当运动平台吸附时候，无感气缸可以实现外框架上下运动，即实现自动攀爬运动。利用这种吸盘组交替吸附的方式，机器人能够实现自动攀爬和清洗幕墙的功能。这个看着还挺有意思的，能走起来我看看吗？可以啊，没问题啊。重达60公斤的一台机器人，它能够在玻璃上自如行走吗？哦，这样就慢慢爬上来了。对的。我们看到机器人在玻璃上上下移动，然而由于玻璃高度的限制，它还不能够真正的展示出爬行和清洗的功能。为了更好的测试机器人的性能，我们找到了一块高6米的玻璃幕墙，究竟这台机器人能不能达到人工清洗的效果呢？刘工看起来有些紧张，他反复调试机器人的位置。由于机器人自身体积过于庞大，且线路错综复杂，准备工作就用去了10分钟左右。测试开始了，随着吸盘的交替运动，机器人开始逐渐向上攀爬。然而6米的高度，机器人一步一停，速度别提有多慢了。刘工拿着遥控器忙得不可开交，记者也看着有些着急。我看你这摁一下它动一下。是的。好不容易机器人才爬到了一块玻璃的顶端，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决定缩小清洗范围，只针对这一整块玻璃进行清洗。从玻璃内侧可以看到运动平台上的黑色喷头将水喷在玻璃上，刮板在上下运动的过程中将玻璃上的污渍和水全部刮掉，清洗的效果看起来还算不错。可站在一旁观看的记者却发现了一个问题，看你上边那个都没有洗到，这上面还是脏的。刮板放在中间，可能上面会有一些地方是洗不到的地方，等于说这上面是有一块盲区的是吧？嗯。实际测试中我们发现机器人的设计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测试即将结束，就在这时更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哎呦我的妈呀，我天，哎呦您那怎么就怎么掉下来了？哎呀，这可能因为那个材料缝了，估计有可能，然后没有吸住，然后机器人又太沉了。那您这不行，要是高空的话，你万一发生断裂，瞬间掉下来，这个力可不小啊。确实很危险，是不是？这挺恐怖的。机器突然坠落，着实给记者吓了一跳。高空清洗难度很大，安全性是最需要重视的问题。如果这样一台重达60公斤的机器人出现事故坠落下来，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刘昌珍也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刻回到实验室，带领团队对机器进行改进。刘昌珍告诉记者，他们不怕发现问题，因为每一点不足都会成为他前进的动力。带着这个信念，刘昌珍团队将机器人进行了更新换代。那么改进后的机器人能够解决之前发现的问题吗？22.92，23公斤吧。23公斤。上回那个大概有60公斤左右，减重了一大半。对，一大半。然后我们后面增加了一个真空安全阀，当你吸盘这边没有吸的时候呢，不会影响其他吸盘。比如说咱某一个没吸住，其他的不会有影响。是的，是的。从外形到设计，新一代的机器人都做出了不小的改动，使用效果究竟如何呢？没想到这一次测试，刘工还请来了自己的客户，看样子他对改进后的机器人还真是信心满满。他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吗？瘦身成功的机器人在玻璃上爬行起来灵活轻便了许多，并且清洗的时候避免了盲区的出现，刘工的操作也轻松了许多。站在一边的杨师傅目不转睛地看着机器人的作业情况，那么最终他会给出一个怎样的评价呢？这个清洗的还可以，质量还是不错。杨师傅认为，机器人究竟能不能替代人工，还得实际比较一番。我们联系了一栋酒店的大楼作为比赛场地，从2层平台到楼顶有70米左右的距离，对于机器人是个不小的考验，它能成功吗？怎么样，调试好了吗？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咱们今天看看效果了，看看效果那咱们就每人3行、嗯、然后看看谁先完成任务，然后最后您来看看这个效果。行。比赛就要开始了，大家都紧张地准备起来。刘工带着团队将机器仔细地调试，生怕在作业途中出现什么故障。要知道在几十米的高空，机器一旦出现问题是没有办法及时补救的，与人工师傅一样，这也是作业安全的基本保障。由于作业面积较大，又是第一次实地操作，刘工每一项的落实都花费了不少时间。又过去了20多分钟，楼下的机器队终于有了动静。怎么样，咱们机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那咱们工人师傅机器一起预备开始。比赛终于开始了，两位师傅迅速地展开了行动。这栋楼总高超过了100米，向下望去，车辆如同火柴盒一般，实在是让人有些心惊胆战。这两位师傅呢，这样的高度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一边擦玻璃一边控制着绳索向下移动，淡定从容，速度也是飞快。没多会儿他们就超过了机器人，并且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可以看到人工师傅是2行一起清洗，而机器人一次只能洗1行，因此要想赢得比赛，现在看来这似乎不太可能。比赛进行了10多分钟，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雨，这给机器的操作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似乎与人工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我看您这可是有点慢啊，这个速度照人工。它这个因为是从上面下来的话，它会打滑。我觉得太慢了。你看我2个人洗的这个时间面积
都比较快。听到杨师傅对机器如此不满，刘工心里别提多着急了。他使用遥控器不停地加快机器人下降的速度，可没想到忙中出乱，机器人在半空中停了下来，失去了控制，不动了呀。现在动不了了。动不了了。记者看到机器人整体已经脱离了玻璃，悬在外边，随着风不断的摇晃，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哎呀，这个机器它有点打滑，另外刚才可能掉了个吸盘，现在估计应该是吸不住了。吸盘掉下来了是吗？原来由于刘工贸然的加快机器人的速度，再加上雨水冲刷，使得机器人在玻璃上打滑，吸盘也掉落下去。这惊险的一幕被我们安装在绳索上的摄像机记录下来。由于机器人损坏，比赛只好就此结束。此时人工队已经顺利完成任务，胜负已分。杨师傅对这台机器人感到很失望。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不停，机器人挂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大家只好上下配合扯动绳索，将它从楼上拉下来。没有想到机器人第一次与人工交手就落得惨败的结果，刘工的心情别提有多沮丧了。回到实验室，他们便开始总结教训。机器人的问题主要在于移动的灵活性太差，且无法在空中吸附，而造成准备时间过长。针对这些问题，刘工团队将机器人全部重新设计，第三代幕墙清洗机器人做出来，相当于是把整个给颠覆了一次。颠覆完全不一样，原理也不一样了。原理也不一样，对，之前的话是通过咱们这种交替式吸附，然后我们去攀爬的。哦。而现在我们采用这种轮式的去行走。自由行，像咱们这个小车一样，对，是这个。咱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辆小车在玻璃上面走，会灵活很多，而且它的效率要高很多。改进后的第三代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机器上设计了两个涵道风扇，使其可以在空中直接吸附在玻璃表面，能够有效地节省整体作业的时间，并且改变了吸盘交替吸附的行走方式，采用轮式行走，使机器人能够向各个方向连续移动，增加了作业的灵活性，也大大提高了作业的效率。另外，在机器上增加了一组清洁刷，增强了总体的清洁效果。新一代的幕墙清洗机器人究竟性能如何，能否获得专业上的认可呢？我们一起来检验一下吧。看到这台机器人有了全新的设计，杨师傅也很感兴趣，同意了刘工的比试。比赛在即，刘工团队连夜开会，做出了详细的清洗方案和工作分配。这一回机器人能够战胜人力吗？那今天咱们就在这儿进行一场测试，咱们一共是8行，咱们机器队4行，咱们人工队4行，最后看谁先完成任务，并且这个效果能够得到认可。行，可以。保证安全第一的前提之下，咱们保证就是正常的作业状态就可以。行。这座幕墙的高度超过100米，可以说对今天的比赛双方都是不小的挑战。天气虽然晴朗，却刮起了风，难度增加。为了方便随时沟通，我们给人工师傅戴上耳机，他们都是拥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师傅，对于今天的比赛信心十足，完全没有把那台小机器人放在眼里。再看另一边，机器人已经掉到楼顶，吸住了玻璃，刘工团队也做好了赛前的准备。那咱们楼上的人工师傅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嘞，那咱们准备开始。比赛开始了，机器人和人工队同时从楼顶开始了清洗工作。机器人稳稳地吸附在玻璃表面，迅速地展开行动，比上次方便了许多。刘工手中的遥控器是机器人作业的关键，他丝毫不敢分神。已经失败了2次，这回他一定要证明机器人的实力。机器人的运行还算稳定，速度也超过了人工队，这让几位工人师傅倍感压力。但是高空作业危险性很大，即使心里再着急，他们也不敢贸然加快速度，更何况这个作业速度对于人工来说已经很快了。这个这么高，太阳很大，然后玻璃温度也高，这么多人在上面肯定各种不安全。的确，如果既能够保障安全，又能够将玻璃高效地清洗干净，那就两全其美了。比赛已经过半，几位工人师傅现在的状态如何呢？哎，看来有点疲惫了。
哦，那那两位师傅呢？他们还好吗？现在状态怎么样？累呀。几位师傅的声音略显疲惫，远远望去，他们的速度似乎也慢了下来。看来，如果不出意外，机器的胜算非常大了。那个已经下来了。好，都洗完了四趟是吗？是的。那好嘞，师傅下来吧，停吧，咱们的测试结束了。那么它的清洗效果究竟如何呢？最终能够得到认可吗？这个时效上质量上应该差不多。您认可了吗？我应该说认可。刘昌珍团队研发的幕墙清洗机器人由行走机构和清洗机构组成，能够代替人工完成高空幕墙的清洗工作，不仅效率高，且清洗的效果也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发明项目啊，也与建筑装修有关。您看这些高楼大厦在建设的时候啊，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先进的机械来帮助人们完成施工作业。但是呢，那些更小的家居装修现场，像吊车这样的大型装备自然就施展不开了。比如说我们要给一家没有电梯的6层住户完成二次装修，眼看着这些动辄几十公斤重的装修材料要运上去，工人师傅们可谓是头疼不已呀。那么究竟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呢？别急，我们的发明人正在为您解决。我们赶紧去看一看他究竟发明了怎样的一个装置呢？随着我国城乡建设的不断发展，一座座外形美观的建筑拔地而起，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居住和办公环境。同时依靠先进的大型机械，大大降低了建筑作业的劳动强度。但与此同时，室内装修和装饰材料搬运难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工人师傅们，特别是对于没有电梯的中低层建筑物，繁重而单调的搬运工作常常让他们苦不堪言。特别重，而且量特别大，这么多楼，我十几个工人一栋楼也要一两个月才能完成。您瞧，这动辄就上百斤的水泥沙石，就是工人师傅们这样一代一代手抬肩扛搬运上楼的。对于中低层建筑物来说，只能依靠传统的人工搬运。虽然看似距离不远，但大量的货物频繁的搬运对于工人来说依然是艰巨的任务，因此让我们对于今天要找的发明人多了几分期待。发明人刘春雨，发明项目便携式吊运机。刘春雨地地道道的山西汉子，他自己最得意的经历就是曾将一辆废弃的军用卡车改装成了一台自动装卸车，解决了村里人收粮难的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手工搬运建筑装修材料难的现状，让他立刻有了灵感。在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摸索之后，他终于制作出了一台机器。就这么几根钢管，您这也叫吊运机？那他办不了的事我能办了，我办了的事他办不了。刘春雨研发的便携式吊运机原理其实并不复杂，它主要是由动力部分和支架部分组成。支架部分通过螺纹千斤顶上下两端紧紧顶住房间的地面和天花板，利用其摩擦力来平衡重物向下的重力，保证货物上升过程中的稳定性。同时通过两个定滑轮，动力部分利用钢缆将货物吊运到窗口，旋转转动臂便可将货物运送到屋内。按照刘春雨的说法，他这个发明的灵感来源于一句俗语，立木顶千斤。可虽然原理说得通，他的吊运机真的好使吗？刘春雨和助手麻利地安装起设备，准备露上一手。OK 了，是干什么用的？依靠它把地面跟天花板组合成一体。啊，连在一块儿。连在一块儿。啊，这是不是就是您说那个什么立木顶千斤？顶千斤，快搬一下，随便搬。随便搬啊！这确实顶得还蛮紧的。如果顶得不紧会怎么样？杆儿倒。杆儿倒，货呢？货也就摔了。哦，那还挺危险的事儿啊。对。那您觉得现在顶紧了吗？现在吧，你好几百斤，没事的，拉不倒。这说着挺沉，我要咱们先试试，咱先别图大，咱先弄个100斤先试试。对，可以。准备好了没有？啊，轻松的放开就可以了。看来100斤的测试并没有难住刘春雨的吊运机，这让刘春雨来了情绪。多轻松啊！我还能吊300斤以上。准备尝试一次起吊300斤的重物，
三倍于机身的重量，这也是他第一次测试。虽然嘴上说的硬气，但是结果如何他心里也没把握。差不多了。虽然刘春雨的设备原理并不复杂，但对于自学成才的他来说，做出这样的机器也绝非易事。但是这样的设备真的能够在实际使用中得到认可吗？刘春雨发明的这个吊运机啊，我那天试了试，我感觉还可以。今天就到您那实际工地让您也看一看，好不好还得你们说了算。头一次见到这样简单的设备，还说能完成搬运的工作，李师傅并不相信。为了让他见识到自己机器的威力，刘春雨马不停蹄地安装起设备来。安装倒是挺快的，如果要好用的话，那肯定就帮着我大忙，是吧？真的好用的话，我们工地就用了你。刘春雨暗自窃喜，看来今天的生意算是拿下了。一切准备就绪后，几袋水泥被缓缓调运了起来。怎么样？调了三袋水泥，砖能不能调啊？可以，都可以。那你给我调仓红砖吧，我红砖老上俺着急要用。您是不是既让他做实验又帮您干活呢？对了。面对新的挑战，刘春雨觉得都是货物，不是一样运吗？可没想到，事情却没有他想的那么顺利。这谁敢用啊？哎呦，都碎掉了，损失不算，这太危险了，这安全太重要了，这肯定不行，赶紧拿走吧。我再试一下吧。你赶紧拆了拿走吧，你这么危险的，我这没时间陪你，赶紧拆了吧。突然发生的意外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法平静，这样的事故损失材料是小事，一旦伤了人那可是大事。明明原理行得通，为什么到了实际环境下就出问题呢？得不到行内人的认可，别说是实现梦想，这设备就是一堆废铁。这次的失利无疑是给刘春雨当头一棒，自己费尽心思研发的机器不但不能减轻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反而成了出问题的最大隐患。这让他不得不继续思考，经过几个月没日没夜的研究，他终于找到了新的思路。一番调整改进之后，做出了第二代机器来。这个地方加了一个这个限位装置，一碰电就掐电了，断电以后这是更安全的。滑轮这个地方延长以后加上钢绳索，钢丝绳就不会掉出来了。刘春雨的改进思路很简单，原理也不复杂，但是他自己觉得这些改进很实用，这回一定能够让用户满意。于是他拨通了施工队长的电话。让我再试一下。当头的一盆冷水几乎浇灭了刘春雨所有的希望，想要证明自己的设备怎么就那么难呢？本以为只是彻底没戏了，可没想到不久后的一件小事却给他的发明带来了转机。这天李师傅帮朋友搬家，由于楼道空间狭小，一件三人位的沙发怎么也搬不进去，眼看天快黑了，他心急如焚，难道要在朋友面前丢面子？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几天前给他打电话的刘春雨。我看你那个设备能不能帮我把沙发吊上去呢？赶到现场后，老刘和助手赶忙把设备安装了起来。不过新改进出来的吊运机到底能不能完成任务，他的心里也没底。一声令下，几百斤重的沙发平地而起，缓缓向六楼的房间移动，大家的心也随着沙发高度的增加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这上万元的沙发会像砖块一样坠落下来。我成功了，吊上来了。见此情景，李师傅同意第二天刘春雨带着设备到自己的工地来和工人师傅们较量一下。第二天一大早，刘春雨如约来到了工地，新设备的出现立刻引来了不少工人师傅的围观，得知老刘是来和自己比赛的，个个持怀疑态度。这机器还不一定好用不好用呢，这我觉得他是不肯呢。
一张筷子。这次测试，李师傅选出了自己6位得力干将，两边各40袋水泥，3层楼的高度，倒要试试老刘的新机器中不中用。啊，一定要快！机器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那咱们开始。开始。一声令下，比赛开始。工人队迅速进入了比赛状态。师傅们手脚麻利，动作娴熟，马放的、搬运的，分工合作，很快就完成了一趟搬运。再看老刘这边，首先要把自己的机器扛上楼，再指挥助手安装调试机器，因此一上来速度就落了下风。见此情景，刘春雨决定一次性起掉3袋水泥，以此来追赶人工的速度，这也让我们为他捏了一把汗。时间1分1秒的过去，两边各不相让，6位人工师傅体力惊人，虽然速度不慢，但手抬肩扛，搞得灰头土脸不说，也是累得满头大汗。相比之下，刘春雨这边的几位师傅只需完成装和卸的工作，调运全部由机器完成，明显轻松自如了许多。一边是经验丰富的人工，一边是初出茅庐的新设备，究竟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呢？下来吧，别跳了，别跳，停停停停，老刘，下来下来，来，上来吧，结束了，我们这边完事了，你看你这还剩几袋呢？看看来来，你看看你的机械的速度，数一数，1、2、3、4、5、6包，还差6包没往上去，你这速度也不行啊。没想到这一次又是无功而返，李师傅对于机器的速度十分不满意。要知道，对于搬运队来说，时间就意味着效益，光解放了人工，但速度跟不上，这样的机器他是根本不会用的。再一次失利，让刘春雨一蹶不振，茶不思饭不想，这也急坏了哥哥刘春山。看着弟弟为了发明日渐憔悴，他打心眼里难受。身为工程师的他决定帮弟弟一把，经过一番琢磨，他们觉得毛病是出在钢缆下落速度过慢上，只要把它解决了，提高速度绝不是问题。可这样的改进能被认可吗？他决定再去李师傅那儿碰碰运气。怎么又过来了？你烦不烦呢？这回我改进了好几次了，好多地方改进了，这回咱们再试一下。你这机器我已经看明白了，根本不行，你可别再烦我了。没问题，这回没问题。不行不行，肯定行。我这工期特别的紧，老刘跟你讲，你看我这么多料要运，我10几个工人。你用好了，以后就接好多工艺，时间又能赶快。我没真没时间陪你做实验了，前两次我已经看见了，这次你说什么不相信？我这回真的改的好多。不行不行，你别烦我，忙得很，你别烦。老李这样吧，没时间陪你，赶紧走。李老板这样吧，我把工钱，我跟你说老刘，如果不行，我一天100多块钱雇的工人，我10几个工人这么多活要干，我耽误不起这工期。这个工钱万一不行，我都给你付，不用你付。行吧，700-800块钱的工钱你说好了。行，没问题。那最后一次啊，行。哎，这次如果你要再不行，以后千万别来烦我啊。没问题。这一次刘春雨可以说是破釜沉舟，他许诺如果再失败就赔偿李老板的全部损失，这对于已经为了研发花光积蓄的他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按照约定，第二天一早刘春雨便来到现场，开始调试设备，为今天的比赛做起了准备。今天带不少工人啊，带多少？10个壮劳力，年轻的居多。你带这么多人啊？今天一定让老刘心服口服，再给他比下去。都干这活多长时间了？10来年，您10来年是吧？您多长时间？别人7、8年，这都是壮劳力，体力非常棒，非常棒。对，有老手，有壮劳力。对，那配合起来绝对赢他。我能赢了，你才能感觉我的优势啊，是吧？人家可是，既然你要能把我赢了，那我心服口服。对，所以你带的越强壮，我希望你赢我，我就把你的设备留下来，工人们也解放一下劳动力。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赢不了我们10个工人。事实说话，比一比，事实说话。对于老刘这台新机器，李师傅是既期待又怀疑。为了考验机器，这次不仅在人数上比之前增加了不少，而且个个都是搬运好手，为的就是看看他今天的表现。咱们今天往哪儿搬呀？往这个6楼高一点，楼层太低我也看不出来他这个到底有多大能力啊。完全可以，高了我才能显示优势来。按照规则，这次比赛的终点选在了位于6层的一个房间。
而运送的货物除了水泥，还增加了瓷砖，这使得比赛的难度大大增加。有了之前的经验，这一次刘春雨短短几分钟就将支架装好，连上钢缆，做好一切准备，将准备的时间降到最短。而人工这边分工合作，有抬瓷砖的，有扛水泥的，也是丝毫不敢怠慢。可虽然都是壮劳力，但是六层楼的高度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件易事。正当人工队奋力向前进的时候，刘春雨的机器队已经不断有货物运到了楼上，水泥瓷砖都被机器轻松地拉起，调运完成，启动离合器，钢缆被迅速从楼上放了下来，投入到下一轮的输送中。这次哥哥刘春山亲自上阵，俗话说打虎亲兄弟，有了哥哥的帮助，刘春雨信心十足，机器飞速转动，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再看人工队这边，随着时间推移，师傅们逐渐出现了疲态，没一会儿功夫，大家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歇起脚来。帮几袋了？五袋。五袋啊！这一下可急坏了李老板。李师傅赶忙给工人师傅们加油鼓劲儿，但显然连续跑了几趟之后，大家已经十分疲累。见此情景，刘春雨更是来了精神，他决定使出全力，一次性调运10包水泥。停一停吧，时间到了，好嘞，放下了吧，电话不算了啊。水泥是22包，22包水泥，18个这个瓷砖这个件，对对 对, 对, 对、啊，这用目测来我来看，好像就比咱们人工那边肯定比用温度70多袋。哦，这水泥70多袋，这个吧将近20包，那也就是说机器这边是90件，对，90件，人工队是40件，40件，差的可是不少啊。那怎么样？认可他这机器？认可，认可，绝对认可。这个机器老刘就给我留下吧，就不要拿走了。刘春雨发明的便携式调运机，将原本需要人力完成的室内调运工作利用机械代替，通过支架部分与动力部分的配合，可以将数百斤的重物轻松调运到屋内，大大降低了人工劳动的强度，同时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关注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西，下期节目再见。小小草莓柔软多汁，人工采摘费时又费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发明能够实现快速采摘草莓并自动收入筐中？发明过程中又是什么样的难题让发明团队苦思冥想一筹莫展？且看西南石油大学大学生创新团队如何机智化解难题，敬请收看我爱发明快手摘草莓。